你是哪路来的善士，敢来制住刀兵？大胆的猢狲，如来佛祖在此，休得放肆。哦，听说你猖狂村野，屡犯天规，要夺玉帝尊位，是何缘由？常言道，皇帝轮流坐，明年到我家，你快叫玉帝老儿搬出天宫，把尊位让给我坐。你这猴精，不知你有何本领，敢占天宫圣境？哼，我的手段多着呢，我有72般变化，万劫长生不老，会驾筋斗云，一动就是108000里，如何做不得天位啊？眼见为实，耳听为虚。听说你筋斗云打得远，我却不信。不信？不信我打给你看啊！慢，我和你打个赌。哦，你若是能够一个筋斗翻出我的手掌心，就算你赢，就请玉帝到西方居住，把天宫让给你。你若是翻不出我的手掌心，还是赶快回到下界去，休得再来吵闹。如来，有道是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我要是跳出了你的掌心，到时候你能做得了玉帝的主吗？做得，做得。可不许反悔。不悔，不悔。一言为定。来。老头，你可看好了啊！俺老孙走了。一定是撑天的天柱啊，想必到了天边了吧。不好，这五根柱子不结实，要是捅断了天塌下来砸了我的头，可不得了。我得赶紧走啊，我得留下个记号，免得那胖老头赖账。老孙飞到天边又飞回来了，你快叫玉帝老儿把天宫让给我吧。你这个爱撒尿的猴子，别高兴得太早了，你还没有飞出我的手掌心呢。我去到天尽头，看到了撑天的五根柱子还在中间，一根柱子上留下了个记号。你敢和我一起去看吗？啊、嗯？怎么会写在他的手指头上？莫非他有未卜先知的法术？等俺老孙再去看个明白。
身。谢陛下。请请请请王家在五行山下并不服输，还在左右挣扎，眼看就要把五行山推倒了。把这帖子贴在五行山上。明法旨。
天沧海，万事也长满青苔，长满青苔。暮百年，桑田沧海，万事也长满青苔，长满青苔。枝叶一颗，心儿为向往着逍遥自在，逍遥自在，哪怕是烈火焚烧，哪怕是冰雪覆盖，依然是志向不是信念不衰，蹉跎了岁月，激荡着情怀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偏有这样的安排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阿弥陀佛，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被困囚在此，可怜啊，可怜。是谁在背后揭我的短？你可认得我吗？哦，啊，认得认得。您不就是南海观世音菩萨吗？您从哪里来到哪里去？我奉如来佛旨到东土大唐国寻找能去西天取经的人，方才听见你的笑声，特留残部前来看你。那如来编织法骗了我，哎呦，把我压在山下500年了。菩萨，您大慈大悲救完老孙出来吧。你这猴头罪孽深重，救你出来怕又生祸患。不会不会，哎，菩萨，你大慈大悲，给俺老孙指条门路，救俺出来吧。天下自有救你之人，却不是我。那救我之人他在哪儿啊？Thank you.
各位来了，请里边请里边请。啊，哎，给各位请安了啊。告诉你们，话声是三门大开，皇上和文武大臣全都来了。恭候陛下。免礼。诸位，今天华生寺怎么这么热闹啊？客官，你还不知道，我大唐太宗皇帝持命举办水陆大会，特请天下的大禅东森纲、陈选章法师在此开坛讲经，超度亡魂。玄奘法师，就是有名的江流儿。哎，什么江流儿啊？谁是江流儿？那法师可是个有来历的。那年柳州举子陈光蕊进京赶考，得中头名状元，披红挂彩，是跨马游街。
海无边。那刘宏霸占了殷小姐，霸占了，冒充状元到江州赴任，很可怜殷小姐身怀有孕，不得不勉强相从。陈状元有后了，后来就生下个婴儿。好啊。柴换你的鱼行不行啊？好好好。谢施主。这样，你们喝茶喝茶，来来来来来，好，好，好，不不不，有，二位，不知道啊。以三法为统，以觉法为道，开而当明，辩而迷广，法随三焉而类无不尽，觉随一焉而智无不周，观诸法而会其要，辨众流而同其源，斯乃始摄之宏见，就学之华愿也。图大成于未相，开威严而朝体，悟惑色之备德，
渡六门已请唤，入深渊起见生死际，而乃毕九关于龙经，超三人以登位，构习凝于无声，行类必于神化，故曰无所从生，迷所不生，于诸所生而无不生。此奉太宗圣命，召集众贤，选集诸僧，参禅讲法，普济苦海群生，大开方便门庭，广运慈悲舟楫，货卖袈裟，货卖袈裟锡杖，能施慈宝者分文不取，不施慈宝者重金不卖，带回宫去。和尚，你这袈裟要价几何？袈裟5000两，锡杖2000两。哦，值这么多银两。你这袈裟有何好处？这袈裟是冰蚕抽丝仙娥之旧，上有各种宝物，穿我袈裟不入沉沦，不堕地狱，坐有万圣朝礼，动有七佛随身。哦，快宣玄奘法师进殿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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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僧玄奘觐见万岁。法师免礼。谢万岁。这位云游僧人有锦兰袈裟一件，九龙锡杖一条，皆是宝物，朕愿买下送与法师。贫僧谢恩。就请和尚献出宝物，朕有重金相酬。啊，请受我的锦兰袈裟。九环锡杖。法师，你可穿上与朕看看。哎呀，真是哟，哎呀，真是宝啊，宝。那和尚，你原说袈裟5000两，锡杖2000两，为何又不要钱了？贫僧有愿在前，能施慈宝者分文不取，今见陛下明德敬我佛门，况高僧有德有行，宣扬大法，
理当奉送。哦，慢，法师方才宣讲的是小乘教法，可会讲大乘教法否？这，老师父，弟子失礼多罪。如今东土僧众讲的都是小乘教法，却不知大乘教法如何。你那小乘教法只可昏俗和光，我有大乘佛法三藏，能超亡者升天，能度难人脱苦，能解百厌之结，能消无妄之灾。哦，那慢和尚，不知大乘教法在于何处？大乘佛法三藏在西天灵山大雷音寺，我佛如来之处，离此108000里。哎呀，远如此，真是哎呀。既然如此，弟子愿效犬马之劳，去往西天求取真经，祈保我王江山永固。好，法师既能如此，朕愿与你拜为兄弟。善哉，只是那西天路途遥远，多有虎豹妖魔，只怕有去无回，难保生命，不知法师敢去否？我已发了弘誓大愿，此去定要直至西天，不得真经誓不回还。阿弥陀佛。肯去者能得正果，成就今生。阿弥陀佛。玉帝，可曾取过法号吗？贫僧不曾有法号。哦，玉帝，观音菩萨说西天有经文三藏，你可以指经取号，就叫三藏如何？谢陛下。玉帝，这紫金钵盂送你路上化斋使用，这是取经通关文牒，可以保你路上畅行无阻。谢陛下。朕再赐你白马一匹作为奖励。贫僧谢恩。
玉帝，请。陛下，酒乃是僧家第一戒，贫僧自幼不会饮酒。啊，今日之行比他事不同，此乃送酒，只此一杯，以尽朕送别之意。慢。陛下，这玉帝此去，山遥路远，日久年深。玉帝，饮下这杯酒，宁爱本乡一年土，慕恋他国万两金呐。谢陛下，贫僧去了。玉帝，此去西天，几时才能回来？只需三年内便回上国。玉帝，保重。陛下放心，贫僧告辞了。下路悠悠，披星戴月，十方引路，苦海无边，堪承受。人生贵在有追求，哪怕脚下路悠悠。走啊走，走啊走，走啊走。